凯纳，我是 Jack， 我是 Ken， 我是 Jason。继我们的第一集之后呢，今天呢，我们又重游这个故地，我们又要跟他们见面的。那些 Delta Rovers 的大智佬啊！上次我们来的时候呢，受了很多残酷的游戏的惩罚。那他每次设的这些游戏呢，都是非常新鲜的，尤其是惊喜的一个攀岩啦、啊，这种在水上的拉绳啊，每次都是哇哇新鲜，哇哇干。我们的宗旨是什么？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我们的痛苦上面啊！但是今天最怕的并不是我们，是我们的嘉宾。这个队请来有大马 Twin 之称的 Twin 哥。Twin 啊！这里是那站错位来。还是杰克队的，另外一位呢？这个他会四手联弹，好厉害啊！我们的音乐才子林家俊啊，要讲一下，我不会四手联弹，因为我只有两只手。那我们的陈伟队呢？哎呦，今天请到的嘉宾厉害了，他一来到呢，我们今天整集呢都会听到一句名言，叫做“我不要，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”，跟他不做，不要，是我不能。不是我不能说不要。对对对，他就是歌手、主持、演员兼 DJ 李欣。我不要。我跟你讲，今天是重金礼聘我，不要我第二次接受挑战那么容易啊！接下来要请出的这位就是我们的实力女歌手王明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明丽。接下来这位呢，厉害了，他是我们本地唱将。张祖成 ，Hello， 我是 Big 张祖成。你看我们的嘉宾呢，好有意思啊！一来到呢，就要真正送奖品给我们，不是好意思啊，是很会做人呐、啊。1088是什么意思？这个专辑？那我们特别找的风水大师为我们就是取的这个名字，希望我们的专辑大红大紫，然后又能够大卖。嘉俊。那你就听说你有参加橘协，没有参加，对啊，他没有参加都已经抢完所有新人的风头了，所以呢你就没有找那个风水大师，哎呀，都要找到你在这里，sorry， 我的错。今天你在进来的什么要跟观众先讲、很快就会有一部电影上映，我没有啦，就大荧幕而已啦，大荧幕，开玩笑，一个小角色而已，希望大家会支持。王明丽呢？那其实现在呢，我是在筹备我个人的专辑，所以呢，希望可以很快跟大家见面。很快可以跟大家见面，现在已经跟你见面了。对啊 ，Win 呢？我现在还在很努力的一直在写歌，希望有更多更好的作品可以带给大家。Raymond， 你在干嘛？我要涂防晒，我不要晒到黑黑。这个是防晒啊，就很好，可以随身携带啊。这是我们今天的奖品是吗？是其实我想独吞的啦。优胜的嘉宾可赢取由 Adidas Impossible is Nothing 送出价值450令吉的产品， OTM 送出价值429令吉具有轻触式感应表壳，而且可输入讯息功能的晃动手表一只，以及韩国著名品牌 Laneige 给你完美无瑕如丝般的容颜，送出价值284令吉的产品。胜负不重要，最主要呢，就是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到底的这个终极惩罚是什么。今天的终极大惩罚恐怖指数高达5颗星，失败的队伍将被悬挂在半空中，在毫无心理准备下面对掉进湖里的命运，真的好痛哦，我的天哪、啊、那个 bamboo 好高哎，我们这样子很高掉下来会没有没有下去，怎么可能，我不要输，哇我没有赢。今天的饭馆逛完了就出发，五人独木桥，全体队员必须同时站上摇晃不定的独木桥，限时内维持5秒不落地的队伍计算获胜了。五人独木桥这个游戏的难度呢，是在于你的平衡力，是整组人的平衡力哦，对，五个人的平衡力，还有默契。OK， 准备好，三、二、一，一、二、三。你们计时嘛？先 balance 自己。你好担心这个东西耶。上上其他人上。好了吗？好了吗？好了吗？很难呢。你们在干嘛？两个不太正经，培养感情吗？其实真的比想象中难呢。其实你没有想过上上去。你们你懂吗？嘉俊，你要上去。你可以上去。你不上去是不行。还有上去，还有机会，快点争取机会。我不可以输啊，想要把我丢进水啊。嘉俊不要做老鼠屎啊，嘉俊啊，看哪里不要假假啊，come on come on come on， 能力不加油，时间到，时间到，我觉得应该刚才那一个本来是 OK 的，只不过刚才啊嘉俊我要顶着你啊，你太重了，我来做，刚才
你这样上去就完全全部倒了。最后一次挑战的时候呢，其实差不多可以过到五秒的了。你们挑战失败。接下来到陈伟队 ，yes。那刚刚我们的体格呢，差不多都一样，都接受不了挑战。现在看他们，你看，哆来咪发嗦啦。我们给你下马威他。我的十八罗汉阵。今天陈伟队特别的不一样，好，我们看有什么不一样。预备备，一二三，耶！完全上不到，他们完全上不到。不能，我这个。一二三，不要！快点！快点！一二三，没有。哎，三三不。半蹲，好，准备啊！我们给，真的是很惊险，因为他们真的是差一点，而且老鼠屎呢都是 Jason。我觉得你们，我们这样子蹲在一起，蹲在一个角度，这样子整棵树这样子。我的片是错的。还有多长时间？阿明啊，你不要打扰我们，我们还有时间，我们还有时间。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 ，Go！ 我要讲 sorry， 因为刚才我的plan是错的，我的策略是错的，会令到大家一起跌下来。他也要飞，你应该要负责吧？我真的是晕哎。怎么？OK， 你有看到星星吗？没有没有，除了月亮而已。我可以走直线的，我可以。我觉得很直一下吗？真的好难去平衡耶。可是我觉得你们比我们好了一点点。我觉得我都做得蛮好的、啊，我都站中间站了好久啊。其实我觉得你做得不错的啊，真的、哦、没有老鼠屎。是谁？你说呢？谁？我跟你讲啊，等下我倒水啊，你帮我倒啊，我不要倒水、啊。因为真的，因为我觉得 Jason 呢，没有一秒是站在那个独木桥上面的。我肯定我自己站上去是有五秒的，我肯定。陈伟队还是挑战失败的，所以这游戏呢是挑战。两队都挑战失败，打成平手，谢谢。Oh, sorry 啊，你要加油，你看这种才是队员嘛。不要摇，小军不要摇。谁出声摇我打谁。你看几神奇，我们没有人在，他都会摇的，你看。接下来在神奇摇晃板这一关，每队派出一对男女，两人分别从桥的两端出发，直到一个定点，再想尽办法越过对方走到终点。限时内成功到达终点而不跌落的队伍计算胜出。来，剪刀石头布。所以呢，陈伟队将会派出 balance 最好跟一个 balance 最不好的互补。一个高度最高，一个高度最矮的，哎哎哎，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不是我不能，我不能，不是我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。Jason， 我跟你讲啊，我觉得你是我们陈伟队最呆上的一个组员鸟啊。赞同。Jason， 我对你有信心，你要加油。你看，这我才是队员嘛，我终于明白你的心情了。因为我以前每天呆赛，原来老鼠屎是不好干的。什么、啊？我是被冤枉的。来，预备，三二一。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叮叮叮。你知唔知廣東話有句話係你唔出聲，我嚟壓嘅。哦，你不要咬，不要罵他，他都沒有咬。不要搶皇冠。不要搶皇冠。回去，回去。还有15秒，快点，15秒。可以，九、八、浮板，浮板，浮板，六、浮板，可以，浮板可以。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发现了明丽，他已经那个手啊，就好像飞机这样，他要尝试平衡。那我的身体已经是定着了，可是那个板还是不定的，一直在摇晃它喽。所以就叫又换我神奇摇晃板啊！我才好像什么东西都没有做哦，我站在中间而已哦。陈伟队呢，挑战失败。接下来到杰克队要派出的是嘉俊，还有我们的 Gigi。Gigi。我不要让那个蜻蜓动啊。OK。蜻蜓是屁股翘翘的，你记得要屁股翘翘啊，懂吗？啊，准备好，一、二、三。小军不要摇！
你要想象一下，你们是在台台那个船上，你要扶他。你们的速度要快，如果你们慢的话就过不到的。我越来越摇了，下去啊，再上来。OK， 来三，要走过去，不走他就越来越摇的，你走就不摇。跟他们不是说有绝招吗？4、3、2、1，为什么自己在摇？杰克队又再一次的失败了。接下来到陈伟队要派出的就是陈伟队长还有李欣怡。陈伟长，我觉得你呢这么多汗这么热，应该直接跳下去不用过。嗯，你不要讲话啦你。谁出生你要我打谁？欣怡姐姐要打人没有？姐姐要打人哦，加油！有气势吗？我要直转。不要出声！开始了！不要出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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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不要摇！不要摇！我扶板，我去扶板。5、4、3、2、1，不管我的事，不公平，因为刚才我横一下，我很晕啊。欣怡她一站上去呢，她是完全的脚没有离开过，没有动过。我有动了，抓中间去。那个板真的会自然摇得很厉害耶，而且我在想，我要直走还是打横走，都一样，效果都是一样。时间已经过了，陈伟队也是挑战失败了。接下来呢，就到我们杰克队长，杰克队长还有我们的狙击。你想点呢？你们这样子经济独立就可以成功的过这个摇晃板呐、啊？没有，一看就知道我轻功了得嘛。你看，站上来没问题，闭着眼睛就可以走。上来，上来，还没开始，上来，还没开始啊！还没开始啊！下去，好，准备好了，3、2、1，走，不要怕他，走。哎呦，好厉害耶！不要动到铁链哦。我觉得这招叫胆大心细了。没有。俊俊，你该不会是要从他胯下过吧？俊俊，难为你哦。阿健，把你的脚放大。一个轻左，一个轻右。对。呜呜呜呜！怎么可能？我的策略是一流的，180可以过得到，就是那一走的时候你就要快快走，你不可以停住，不能停啊，对，你越停他就越慌。杰克队是获得了1分，恭喜。接下来呢又到陈伟队的明丽还有朱晨，你可以跑嘛，你可以用跑的跑的嘛，来他今天整天都不在状况里面啊，怎么可能还没开始就走了去半路？你发生什么事？你不会是还没有正式开始可以走到中间，正式开始你走不到的。OK， 准备好了。你不要吵我，不要吵我。3、2、1 ，Model don't can walk， 来呀、啊！ Yeah. Wo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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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oo. OK， good， 哎、欸，好稳呢。好来，不要怕，不要怕。哎呦，哇！你可以的。队成功获得1分。接下来到杰克队要派出的就是阿 Ken， 刚刚才成功过关的吉吉。第二次啊！来吉吉，只剩您开始了，你就上来，你跪着爬过来，爬到中间，然后我上去，哇，啪啪啪啪，我就跳过你。小朋友在家里千万不要学啊，因为受过训练的。不是训练啊，他看武侠小说多啊。了 ，OK， 准备好，3、2、1。神奇摇晃板里面呢，杰克队以2-1获胜，耶！不要，我们要下一个游戏，我们还想假假带过，对不对？准备成功，听不到，这边，
抛球这一关，每队派出一对男女，就像泰山利用绳子跨过池塘，必须将池中的乒乓球给捞起。比赛是以接力赛的方式进行哦，只要在限时内捞到最多乒乓球的队伍计算胜出。哎呀，明丽，来，明丽，加油！来，三、二、一，掉下水！哇，为何？我太痛了，我太疼了！我有拿到了，时间有限。对对对，你停在那里，停在那里。我们也成功拿获得了两颗球。耶！那再来看捷克队的 Ken， 还有 Kitty 啦，每次 Kitty 都是搞不清楚。对啊，准备好了，三、二、一。哇！好毒啊！准备把水啊去找人家。哇！拉他，拉他！我是有心无力啦，刚刚我是一起爬住要去救他，所以我叫你省回啊，你根本都没有这个长度去拉人家，好心你哦。哈哈，我们是有三颗的，虽然还没下雪就给他破了一身，几个队呢获得一分。接下来到陈伟，陈伟，陈伟，还有心仪，心仪，心仪，你看好了吗？哎，快不要拉，不要吵，不要吵，一二。谁了？我也会晒红巾哦。得给，得给。送上来吧，不要了。哪一个？下来，我帮你。心仪，我帮你。我帮你。快点，来，心仪快点，我帮你。不要脸不同族哦。快点掉下去，我拉住你了。第一次见。下水是什么？快点拿绳子过来。晚班，晚班。哪一个？虽然他们捞了很多球上来啊，但是是犯规的。陈伟队还是成功拿到一颗的。哎，所以我们现在看捷克队的嘉俊，还有季季，准备，一、二、三。啊！突然间，我的样子有点像田亮。抓抓抓！来，这里是三。我来顶啊！你们紧去上来，先上来，甩下去，来。那个人不是应该要过去吗？不一定。我都想过这个。好。陈伟队只拿到一颗，恭喜捷克队又获得了一分。耶！现在轮到陈伟队的最后一棒了，就是我身边、我身前的明丽，还有对面的张祖成。三、二、一。哎，那边有石头。哎，没有。注意啊！这个关系到将军了。走开！我是想，你看。哎。快点！明丽还是你，拿不到，拿不到。
阿斌不可以帮忙推他，对，你可以帮他把球挤到中间，给他容易拿。来，来，滑球，他转他了，为什么他们会那么辛苦啊？对呀、啊，救人会救那么辛苦？我是以为这样子可以借力把他扶起来，怎知道把这里也拔断了。陈伟队拿到四颗，是目前最好的成绩。那是要看我们杰克队的，我们的队长杰克，杰克，还有弟弟。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我没有太多顾虑。我还没准备好哦，你要讲完。我跟你讲，你绝对是没有可能拿到四颗。我跟你讲，不要给我看死。3 2 1 ，哇，受不了了！有，这边，我是完全不会救他的。高大力，不，不要泼水，直接飞，凌空过。快点，回去，摇晃，喂，夹住我的脚，抓住，被高一拖的。OK， 没关系，算了，快点。快！我们现在是处于隔岸观火的心情。哇，你像下去玩水多点哦！哎，你要跑过去，不是不可以这样子的咩？看准，快点，没有机会了，反鬼啊一颗！快！下水了，下水，没关系，又上来，来，加油，快！小心，哦。拿好，可以。来回了，你的嫂子，快点。还好，到我，到你，只有你。那边，一堆。杰克队是成功获得3粒而已，3粒。陈伟队是拿4颗，然后杰克队就拿3颗，所以呢，恭喜陈伟队获得3粒。所以今天在这个泰山捞球的这个游戏里面呢，杰克队以2-1获胜。目前战绩，杰克队是以4-2暂时领先，而我们带衰的陈伟队长是否能重整军心，反败为胜呢？有什么感想？你想说？我想回家。抢分的环节。哦，哎，这个好轻哦。啊！用力！完蛋！我苦的蛋蛋。No！我不行。这一次已经是我第二次掉下去。哇！